What's up, dog? 什么是 riff？ 什么是 solo？ riff 干什么用的？ solo 干什么用的？这个在这个乐队的夏天，这个好像是马东吧，是吧？说过，哎，你这个 riff 不错啊，你 riff 不错，什么 riff？ R I F F riff。riff 是什么东西？简单的来说 ，riff 就是中国好像翻译叫来福啊，以前叫，对吧？这个 riff 嘛，对吧？其实呢，来福音不是来福音，好像是啊，忘了是什么了。riff 其实就是说一个简短的这一段，但是呢，它是来回重复啊，它来回重复，来回重复呢。有的啊是比较短的，是算是 opening riff 啊，就是说在你的前奏或者间奏或者某一部分出现啊，来回的重复。有的呢就是从头到尾啊，基本上整个重复，整个贯穿。有的是在这个主歌里，有的在副歌里，或者有的是在这个基本上全整个下来啊，整个下来。我刚才弹的这前面这个一段呢，就是这个。Led Zeppelin 啊 ，Whole Lotta Love 啊，这是非常有特点的，就是整个、啊、从头到尾应该是、啊、整个贯穿下来啊，或者整个贯穿下来，后面这一段就是 ，OK， 这一段呢其实是 solo 啊，是 solo， 什么是 solo 啊 ？solo 呢就是单地跳出来的，然后这个。一段算是即兴的也好，怎么样啊？一段就是说，啊，比较突出的啊，这个然后我们叫华彩部分啊，把这个那个音乐带到一个高潮啊，带到一个高潮。一般呢，各种乐器都可以有 solo 啊，你键盘乐器也可以有，贝斯也可以有，鼓也可以有，也可以跳出来一段啊。然后吉他也有，但是流行音乐吉他手永远是比较突出的位置。所以呢，很简单啊，你分辨是 riff 还是这个 solo 啊 ，solo 一般啊。不重复啊，它有也许音节和有一部分的重复啊，但是它每段其实呢都是有一段变化的，都是变化。比如说这个 Guns N' Roses 啊，这个乐队里面，你像是这个哪个歌 ？November Rain 十一月的雨什么的，它里面可以有三段啊 solo， 每一段呢都不一样，但是每一段呢其实呢都有相似的地方在里面啊，就是音乐的完整性，你不能说整个变太多啊。流行音乐啊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重复性啊，它重复。啊，这 solo 一段 solo 编下来之后，如果你三段都是不一样的话呢，就是你说你的炫技你可以，但是呢，这个整体性啊，就破坏这个音乐的整体性。而且呢，你三段 solo 编的就是说就相似的话呢，相似的话，但是又有不同啊，这个呢容易就是容易让这个听众啊，就是容易接受啊。但比如说你听一遍接受不了，一般你听三遍啊，你就熟悉了，就是可以接受的比较。比较容易接受啊，慢慢就是靠那个洗脑嘛，多给你来几段啊，但是非常相似啊，就给你接受了。riff 呢也是啊 ，riff 也是呢 ，riff 还有一个作用，你说这个一般是这种 open riff 啊，这种 open riff 就是 open 就是说刚开始就是什么，哎，这个跳出来啊，让你这个人就是哎很快带入音乐，还是呢很多的歌呢，其实呢都是这个如果。特别流行的歌啊，就像我看这个人一听啊，就是马上就嗨起来了啊，知道这首歌啊就是什么歌啊，就是这个，所以说呢，这个 opening riff 是比较重要的，比较重要的。如果你能编一段好的 riff 啊，就是这能给这歌添色不少。但是什么叫好的 riff？ 好的 riff 我认为啊，就是说不要太复杂啊，不太复杂。还有一段啊 ，riff 我弹一下啊，这叫 riff 的鼻祖。Mother of Riff， 挺跳琴啊。大概其实这意思吧。我很长不弹琴了，很长不弹吉他了，但是拿出来，这段啊是这个 Deep Purple 啊，是中国叫深紫乐队的非常有名的一首歌，叫 Smoke on the Water， 叫什么？水上烟雾啊 ，Smoke on the Water。
Z riff 呢，其实呢就是这个 open riff 啊，opening riff 就是在前面或者间奏的时候，它重复啊，是一模一样的啊，它没有整个贯穿整个这个歌啊，但是呢，这个 riff 就成为了这个音乐流行乐史上啊这个非常著名的一段 riff 啊，很简单，四个音啊，四个音。这四个音啊，非常简单，谁都可以弹。你从来没弹过吉他的，如果我教给你，你十分钟你学会了，你再练个半天啊，基本上就跟这个他弹的一模一样啊，非常非常简单，而且呢非常上口啊，你一哼哼啊哼出来，而且呢永远不会忘啊，永远不会忘，也没有人再用他的 riff，就是他的一个标，成了他的一个标签儿。来，所以说呢，这就是 riff 和 solo 的不同的地方。你说 riff 重要还是 solo 重要？现在的乐队基本上不很少有玩 riff 啊，因为这个 riff，编一小段 riff 容易啊，像是这个 Led Zeppelin 那种编整个大段不太容易，因为你的要贯穿整个的歌啊，它有和弦的变化，很多东西在里面啊，不是件容易的活啊。但是呢，所以呢，没有太多人玩啊，而且音乐的风格也变了。riff 最多是一般这种重金属，重摇滚啊，在70年代那些重摇滚乐队，还有一个乐队就是叫 Iron Maiden 啊，就是中国叫什么铁娘子乐队啊，你听他的歌啊，里面都是很多的 riff，我就特别喜欢 riff。还有啊，就是哪里有 riff 啊？这个如果你听这个古典音乐啊，古典音乐，古典，我现在也听一些古典音乐，非常非常非常好啊，就是因为它音乐，它的古典音乐就是它的层次感啊，低音、中音、高音啊，排得特别好。它那个里面的，其实呢，下面的底部的这些很多的东西，其实都是它的 riff 啊，它下面都是 riff，一段段 riff 做打的底啊，在里面，然后上面再有的下面小提琴一系列其他的乐器在上面，